顺德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九号伫建国科技大学活动中心，邀请纸风车剧团演出《家乡故事》歌舞剧。馆长王惠美感谢顺德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义举，和中华乡亲会当欣赏到出名的剧团精彩演出。请赐予社会，回馈于社会。那不断的每年做出非常多有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个这个支持，那特别呢儿童剧的部分，那一年一年，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同学都能够享受到这么棒的一个表演。其实在文教方面跟地方政府或者各地一些社会单位都有活动，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基金会来照顾需要照顾的人。顺德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秉持着出资社会、用资社会的精神，长期提供弱势族群协助和关怀，五万就由充满动处的话剧演出，传达囡仔赢未骄傲、输未失志，以及团队合作的重要性，和亲子共同留着美好的回忆，增进互动。大小朋友感受到创意文化的魅力。公益频道张华韵、中华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